的欢呼声来欢迎我们电影《焚城》的领衔主演，我们的白宇先生。欢迎，欢迎。对，好，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白宇好。啊？怎么回事？大家好，我是演员白宇。欢迎，欢迎。好，好不好看？看了两遍以上的朋友举个手，我看看，有这么多吗？好的，那后面的朋友没有举手没关系啊。我希望你们今天看过电影之后，如果真的觉得电影好看的话，安利给身边的朋友，相信再刷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和力量。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首先来聊一聊电影相关的东西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场的时候，我们有问过白宇关于和华哥合作的感受吧。那想问一问你，你觉得你现实生活当中你是个 I 人还是个 E 人？你们觉得呢？ I 人。对，说的对。但是华哥印象当中和感受当中可能他偏 E 人一些，所以你们两个，你们觉得是谁先这个跟谁这个熟络起来的，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刘先生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尊重别人，然后也就是我没太感受那个 I 人 E 人，但是就是他不会特别冒进的去跟你去沟通或什么，他都是也是那种慢慢的让你，首先让你要你自己感觉的舒服了，对，这种感受。 对，所以你们是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变得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对，所以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这个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吧？印象深刻的故事，对，跟华哥。跟华哥啊。没有，跟刘先生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过来跟我说那一句话，就让我一下子就说没关系，按照你的节奏来，我配合你，就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就是心里很温暖。对，一下子可以很好去投入到角色当中了啊。好，那这样一个合作过程当中非常顺其自然的这个表现也呈现出在电影当中的这种情节里面了。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安利发朋友圈，发这个微博，还有小红书啊、抖音啊，以及各个平台，好不好？好，谢谢，因为我们的分数现在也非常高了，再次感谢大家。对，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和大家互动了。今天互动的机会比较有限，然后希望大家对这个举手示意啊，对，举手示意我就行了，好不好？来，好，我是学生，我有问题。好，我是我只他拿了个 iPad， 我看上面字儿啊。好，来，你说。就是想问一下白宇，因为这个电影是文戏和武戏就是都有的嘛，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在觉得文戏的挑战比较大呢，还是武戏的挑战比较大？我好像文戏也还好，我觉得挑战那肯定是都挺大的，都挺大的，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你像那些火场的那些，现在都是特效加了很多，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想象，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挑战的。因为到现在我还一直没有看这个现在最终的这个版本啊，完整版。对，我还没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非常好，确实我就知道老板花了很多钱，然后做了很好的特效什么的。 对，做得很好，特效特别大。好，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两句话想说，就是我关注你已经快9年了，然后就是真的是是我的青春，大概是从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你了，然后呢陪你一路走过来，就是看你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希望就想表达一下，一直会有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希望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戏，是演自己喜欢的戏。谢谢妹妹啊，有一张对纪念的海报送给你啊。好，接下来好，那个举手，这个对，第三排这位，哎，好，这位姑娘，好，来，有请。好，谢谢，我是老师，我来提问。好，你们这个套路啊，可以来。真的是老师哦，请说。而且白宇哥哥今天
我是没有课来的哈，我是没有课来的。然后跟白宇哥哥也是缘分特别的深，我喜欢白宇已经七年了，从我高考的时候我就看你的《忽而惊吓》，哇，打了一口气血，一下就考的还是不错的哈。然后呢，白宇哥哥的那个前途无量的时候，我就考进了编制，然后到今天咱们焚城的时候，非常巧的，我现在呢是在当班主任，我的那个班呢就是消防专业。哇，是的，就我的那些孩子们可能就过两年之后，他们就会去考相关的一个证书，然后呢可能一大半的人都会去进入我们这个当消防员这个非常神圣的岗位。所以我觉得跟白宇哥缘分也很大，特别是我觉得看完这个焚城之后，我觉得星期天那个班会一定要给同学们说一说，让他们来看这个焚城，对他们以后绝对是有帮助的，让他们一起努力进步，来当我们这个消防员。也希望白宇哥哥可不可以给我的同学们、学生们说一句鼓励的话，让他们成为一名工人消防员呢？加油！然后对，加油，努力，然后注意安全，对，平平安安回来。Yes。 谢谢，谢谢你，谢谢，也希望你继续加油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好，这边一点的吧，好，我看一看。好，那个戴帽子的那个黑衣服的那位姑娘，是的，就是你，好嘞，来，有请。来，麦在旁边，在那边。好，看过电影之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是印象深刻的这个戏。平静冷静，深呼吸，别浪费这个机会哈。好，来，好好说。确实像白宇老师说的一样，真的花了好多钱。然后就是白宇老师，你之前你就谈了很多，也有很多观众就是问你和刘德华先生合作的感受，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有很多的香港演员同事，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么一个群像性的，就是这些香港演员同事和你在一起拍戏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很大的一个触动？可以分享一个小细节吗？或者说让你引发一些思考的一个东西都可以。好，这个有感触。跟他们合作，我觉得最让我喜欢的一个点是纯粹，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些演员都非常的纯粹，就是可以不受外界的任何的干扰因素，然后一头扎到这个创作里，对，然后反正就是很舒服，因为你在工作中遇到了很纯粹的人，大家一起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会感受到很舒服。好的，谢谢。因为从这部电影就是可以看出来，所有的演员包括很多的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就是也用这样一份纯粹就是呈现给了观众，最纯粹的一部电影。谢谢你，然后也想对你说，你很适合大荧幕，然后很期待。这是老板之前说的，你听到了？真的就是很期待你之后大荧幕更多的作品吧，就是这样，就是一直默默关注你，就是这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一起期待白宇给我们带来更多大荧幕的作品，好不好？好。谢谢。请汉斯在大荧幕上。你要不还要看剧本？您这是不是还要看剧本呢？好的 ，OK， 继续。好，我看看中间那位妹妹吧。对，那个举，对对对，虽然我看不清楚哈。对，就是妹妹。好，来，有请。白宇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对，我也是老师，但是我今天也是没有课，然后我特地过来的。然后今天都没课呀、啊，可能是因为今天周五吧，下午都差不多上体育课啊。对，然后我是替我好朋友就是来看的，就这个画是我好朋友画的，然后就想送给你，就是能看出来吗？剧照是不是？我近视，我真的是有点。那工作人员拿下来，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收一下。对，就是我想分享，就我刚刚其实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种真的就心情特别沉重的感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白宇老师，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最后就是杰森是个主角，最后都就是毙掉了，
然后我就心情非常的沉重，就很难过，其实最后都看哭了。我想问一下白宇老师，在拍这个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就比如说遇到一些就是感觉有心理很有压力的感觉，因为这个剧情，然后如果就是有这种心理压力的时候，你会是怎么克服的呢？说实话，在拍摄期间，其实我整个的其实压力很大的，因为你要去一个很不熟悉的环境去工作，然后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呀、演员呀，你也都很不熟悉，而且大家大多数人都讲的是粤语，你也会很不熟悉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觉得，排解压力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让自己更专注，就是不要去想一些就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后来所有排解压力的方法就是去更专注，比如说我要干这个事，我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你反而压力不会有那么大。对，是这样。好，谢谢白宇老师。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画给画这幅画的这个我的朋友今年要考研，所以就是没有过来，然后能不能想您祝他考研顺利。考研顺利，谢谢白宇老师，顺利考上自己想去的学校。谢谢白宇老师，谢谢所有的那个团队，主创团队真的很棒。谢谢。对，一部电影的这个成功离不开所有的创作者们一起共同的付出，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为这部电影付出的每一位，好不好？谢谢，感谢。好的，最后一位了啊。哎呀天哪，这个太难选了。你有选择啊？我以为你看。好的，那我选这位吧，选这个拿相机的这位，好，就你，好，冷静啊，这个别急，对，好，话筒在身后，好的，来，作为一个代表哈，来来来，我首先表白一下妹妹安怡，然后呢，就是想说，就是看这电影就，怎么讲呢，可能起到一点启示的作用吧，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所有东西都其实是关于人类的。生态环境，然后包括消防员啊啥的，都非常的就是勇敢，而且在这种面前牺牲的时候，真是就是毫无畏惧。我就想就是杰字挂的时候就是哭惨了。然后呢，就是我没有问题要问，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下，就是我好紧张啊。没事，就是我。别激动，哎，对，我就是想告诉你，就是你永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也出入纷呈，票房大卖，因为确实拍得非常非常的壮观，我觉得很喜欢，但是我真的很紧张，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就是要就是经常发微博，经常直播啊，知道吗？好，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经常让大家看到白宇在做什么，或者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是不是？对，直播呀，哥哥。好的，那我以后去当主播算了。还是害死在大荧幕吧。对。好的，谢谢。谢谢，不激动哈。好，谢谢。对，其实我们两站也听了大家说这么多。包括电影大家非常好的口碑，其实在网络上点映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好的口碑了，所以对于选角色而言也很好奇，对于白宇来说你会怎么样去选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角色，喜欢的剧本标准，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我现在选角色其实还是看剧本吸不吸引我然后我还有个就是想说，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李 sir 身为一个主角牺牲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让大家看到是有人会挡在我们前面的，然后就希望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大家都可以多去注重不管是这些火灾的隐患，还是一些电子垃圾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更加去注重的话，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不会有人去牺牲了。
对，所以这个拍出来这个牺牲其实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警醒吧，我觉得。对，也谢谢今天白宇能够来到现场跟大家这个交流，虽然说有好几年没来了，那这一次来了肯定也不能让大家失望，所以最后一张大合影也和大家一起来拍摄一下，来，大家可以起立，原地原地原地啊，原地，对，两侧可以稍微往中间走一点点，后排的观众。